Focus on Sports， 佢係我哋嘅主持人錢宇軒。今個月舉辦咗好多體育嘅盛事，例如 Swimming Gala、A Grade Football、A Grade Basketball、Inter School Swimming 同埋 A Grade Volleyball 嘅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回顧一下啦。呢一場 A Grade 足球嘅賽事就係由我哋喇沙猛將對住聖租嘅，咁樣運動員亦都做好相當充足嘅準備噶啦，睇下佢哋幾團結。比賽開始之後咧，喇沙咧就採取一個主動進攻嘅策略，嘗試以兩側連傳而引開對手嘅注意力。可惜聖租一方嘅防守亦都不甘示弱，嘗試將個波踢出界外或者傳翻中場，以方便佢哋進攻或者做好防守嘅備儲。就好似呢一球咁樣。對方11號的球員都接住了他們的球，然後由11號的球員再傳給他們的16號，可惜由我方化解了他們的進攻的。這一球就是我方最接近聖租龍門的一球，可惜我們的猛將是不小心大腳一點將我球踢出界的。下半場聖租一方明顯加強了他們的攻勢，他們也是嘗試以兩側連傳的方法以引開我方球員的注意。当然我方球员亦都唔弱啦，系尝试将我哋嘅波传翻中场嘅位置，再以巧妙嘅 fake 人方法尝试将个波送入佢哋嘅龙门入边。可惜对方龙门早有准备，一早就将个波接住咗。呢一球就系圣租最接近我方龙门嘅一球，睇佢哋23号一个波射落个网度，冇事，我方嘅猛将都接住咗，成功将个波亦都传翻出去。咁最后咧，我哋比赛结果就系0-0嘅。咁 Basketball 亦都大讚滿意 ，OK 噶啦。喺10月20號，我哋學校喺彩虹道運動場進行咗一場喇沙籃球打比大戰，由喇沙書院大戰陳瑞琪喇沙。而家就等我哋回顧下一場精彩嘅籃球比賽啦。A Grade 籃球比賽就再次在呢個彩虹道體育館度上演嘅。咁我哋嘅運動員咧，今次係對住陳瑞琪喇沙嘅。咁比賽一開始我方運動員已經完全冇鬆懈過，就直接入咗對方嘅籃圈嗰度射咗波，咁入咗啦。咁陳瑞琪嗰邊亦都不甘示弱，嘗試多次咧就喺呢個三分圈嗰度進行呢個三分射啦，又或者係直接入到籃底嗰度咧就射波嘅。咁可惜佢哋多次落空啦，或者係將個波射出界。咁喺鏡頭所見咧，我哋嘅主將咧嘗試射波，咁點知失咗波，唔緊要，逆向揮嘅話，因為我哋好快入翻波啦。好啦，經過兩次傳波之後，一個三分射又唔入，好跟住點樣呢？我哋嘅主將亦都傳翻三分界外，出傳波又傳波，對方好似有啲鬆懈啦。逆向揮一個攬上手搞掂，入咗波，輸失三分攞到好滿意。最後咧，陳瑞琪喇沙一方咧就嘗試教翻快佢哋嘅進攻速度，由5分將個分數拉翻實13分，可惜咧為時已晚啦。最後咧，喇沙以85大比數贏咗佢哋嘅。喺10月29號，我哋學校嘅 A Grade Volleyball Team 喺北河街體育館擊敗咗英華書院。而家就等我哋回顧下呢場精彩嘅賽事啦。在10月29號，喇沙 A 级排球队在北河街体育馆和英华书院的 A 级排球队进行了一场学界排球比赛，而我们排球队的成员提早30分钟已经到场热身，校长 Brother Steve 也有到场观看赛事。在第一局，我们初段已经开始压住对手来进攻，分数一度领先住10分，最后我们第一局以25-11取得胜利，在场数领先住1-0。但是在第二局一开始打得有啲混乱之下，再加上落后6分，渐渐失去咗比赛嘅主导权。但系喺喇沙力挽狂澜之下，最终我哋以25-22险胜英华书院，场数以2-0取得胜利。赛后 ，O Boys 同埋教练都表示，虽然我哋赢咗呢场比赛，但系球员嘅表现同埋状态依然有待提升。今个月的 Focus on Sports 已经圆满结束。如果你想重温我们的节目的话，可以按 F5 掣。我们也欢迎你们订阅我们的频道 LS Focus。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。多谢，我是田子宏，我是冼宇軒。拜拜。